及闲人写产品活动。下营上帝庙三名力都绕境活动第二天的话，他们正法神教很多呢，270几人。有台北的、新北的、桃园的、台中的、分林的、台北松山，以及更多的人参加绕境活动。正能够很大，从早上大概7点出这样起驾一次，进行大概3个钟。来录影，要带3只手机，一只直播，一只现场录影，还有一只备用。备用不是没有用，是等待手机要用。备用不是没有用，在帮助完成任务的时候没有用。朋友在用不是没有用，就只可以用。刚刚手手机已经电池够热，因为气温渐热渐高，太久了。手机电池温度过高，不能开，要用必备的那只手机来执行。交换，一直用的有休息，电池冷却下来的时间。